Thank you.
但是好像有点破掉了，哈哈。你看铲子掉，哪个？铲子掉，要把它捞起来了。没有，要把它翻面。就稍微的翘起来，还可以啦。还可以啦，这样还蛮脆的。脆脆的哦，你喜欢吃脆脆的？对啊。好吧，放着。放在哪里？放地上就好了。肉片。然后我拉。打开了。这肯定开始好，所以都是可以丢掉的。看哥，你看它出来了吗？很像狗罐头的味道，爸爸第一次吃吧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哦。狗罐头的味道，如果很好吃的话，可以拍起来。很好吃的样子。那我们一人一片啊。好啊，那我们要开始了。那个。我的肉现在加热完变硬邦邦了，就比较脆，应该是变蛮高的，蛮好吃。妈妈也可以吃啊。然后把肉摆上去。菜菜放旁边。现在等一下可以去。完成了。吃看看一下，吃这肉。好像火腿，还不错。对啊，宝宝试一下味道，等一下给你们吃看看，好像不错。去洗澡。
试用案。眉毛不一样。好油的感觉。因为一开始的味道很像那个狗那个火腿肉的感觉，一开始煮完就还好。这个表面不会烂哦。来，我问一下面面怎么吃啊？我们来给你吃面面。谢谢。吃一下面面看看。还好，可以进来。虽然超好吃，问题是你的身体不允许啊。你眼睛肿的，跟猫熊一样。大块给你，这个大块。我没有，我这次面了，这边那个，那个给你吃。来，蛋蛋来。来，弟弟。来啊，哥哥来啊，好吃，好吃啊，我要豆豆，哇，好吃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下次要吃啊，好啊。妈妈说，舅舅再吃一次就好了。好了，说吧。我昨天没有辣，一个。好，你们一人一个。来，你要说给人说。因为你要收了吗？对啊，我先收进去，等一下拿去楼下洗就好了。我找了5块8。真的很棒，很厉害，加油！